角度就是对的，然后。很可惜，就是不是哥哥亲自上台拿那个奖牌，就是赶出来，很感谢他们。我今天来花莲最主要，是来捐赠消防工作服哈，最主要是泰鲁格号事故的周年前夕，那我们有一位当时的罹难者，就是消防特考的人员。那他所设计的消防工作服，我们帮他们家人圆梦，所以可以让黄法哲的爱能够永远留在人间。我在看到大家穿哥哥的衣服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他当初在设计这套衣服的时候，他有考虑到消防弟兄在进入到那个火场或是阴暗的地方。会有那个黄色饰条的警示，然后也可以让在现场的需要搜救的人看到，然后也考虑到他们在火场可能会闷热，所以有透气的设计这样子。